对面有个维克托，我们来把禁服。来吧！好闪！禁服如果左拳出来了，右拳抬手了，再闪现闪不掉。这英雄可赖了。你拿什么跟我打，兄弟？阿杜根！哎呦我操！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！他攻速比我快呀！啊，他也是重印，我的天！他是打完蓝的，这说明他打完蓝要去打红去了。直接移过来，谁把我移射的不是智能施法了？你有完没完了你？你不打红了是吧？你红 buff 没了，啊，被剑圣给打了。我说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人，你有病是吧？三分钟上来两趟，你下半段没野区吗？你大爷的！我给你个嘴巴子！我给你个毒根，我怎么感觉这人还得来呀？我这不是不跟他打了得了，我不跟他打了，我怎么跟我就感觉这妖的还得来。你说一个被我杀三回的鳄鱼敢在这里玩，你俩是真狠啊！你俩是真狠，我就发现了，我一个晚豪，你敢越我塔？没完了是吧？这是让这腰子尝到甜头了，这是。每个人都会说，赶客我赶客上瘾呢。我的狂风之力呢？呀，差点钱怎么办啊？差25。等一会儿吧。维恩无敌了，没关系，这是个女人，我随便打。
他敢不出盾弓我就打死他。他出盾弓也没用，出盾弓也就是多一个大招的事儿，没关系，随便切了，不要让这电焊弓切了就行了啊。打个眼儿的，我 Q 上来掏，啪啪啪，下个 E 应该能死。哎，真烦，正好升了，我还没法直接爆他。怎么生了呢？你给我起飞！跑得真快呀，老鳄鱼。妖的要来了，他敢来吗？你让他来，他有个屁的虚区，他敢来吗？E E啥呀？我刚没有 E 呀，我刚 E 吸地了，吸地了吗？我没 E 吗？要我没 E 是吧？我为啥没 E 呀？我大意了，我给你个打吧呢。算了，我再拆一波。我要是能找到我老爸，1225600。行吧，回家吧这波。然后我们再补个暴击。这把要个什么皮海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想一想啊，来个水银海吧。呀，中路有双 buff。哎呦，我真爽！维克托不是来了吧？维克托，维克托，快过来啊！走，我们去中路拿着双 buff。你这鳄鱼，我这狂风之力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起飞！无所谓了啊，就当我们狂风之力把他杀了。这狂风之力怎么距离这么近了呢？更新了吗？没更新呢。怎么狂风翼距离不够呢？短了？这进夫拆塔可老快了，这英雄。这个英雄也想拆塔。哎呦哇，这来了来了来了，双 buff 到位了，兄弟们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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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双 buff 到位了。哎，
阿杜根得了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？中路这不没了吗？给你个 W 溜打蛋是吧？啊，打他蛋，打他蛋，我走了啊！我都没想到拉克斯居然敢如此放肆，拉克斯，真的。一个女人在这里啊，在野区敢如此放肆，想必我今天得教一教她怎么做女人了。跟我来，你给我死，一个薇恩居然敢在下路带线，我没想到啊，我没想到，这是对我的侮辱，侮辱我，兄弟！我没想到啊，为什么要侮辱我？啊，为什么侮辱我？我给你个爆摔，打红的。连红 buff 都自己的都来到我的身边，五层塔皮呢？没注意，拆个二塔吧。我没有大招，但是他很害怕。一个女人居然敢如此嚣张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狂妄！腰子给大了，我看见身上那个罩了，浪费了腰子一个大招，挺好。2900，买了，又一点啊，又一点钱。你被击倒多少次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多少次爬了。唯一拿1000翻盘，我们家也没优势啊。你指望一个女人在这里翻盘？你在说什么东西？翻盘是吧？啊，翻盘是吧？我看看来，我看看谁敢翻盘来。搁哪呢？为人，给我出来！我看你怎么翻，我看你怎么翻盘来，我瞅一眼他怎么翻盘。谁想翻盘？想翻盘？勾的。鳄鱼可太狂了，鳄鱼，鳄鱼可太狂妄了，鳄鱼。阿杜根，回血！哎呀，可惜。蓝。没蓝，
这把得要个水银海了，感觉。对面的塔已经掉了五座了，都是我拆的。塔掉的越多，对面越难翻牌，你知道吗？维克托尔凭什么敢抽我？你不要以为你是个机器人，我就不敢打你，小伙子。你不要以为你是个机器人，我先咬你一命啊！你这波闪现跑得快，拉克斯很狂妄啊，拉克斯，你等我回家的。先来个水银海，然后我们出一个涡力训印。红要刷了，去红蹲一波。拉克斯很狂妄啊，给我打他腰子给大了，来腰子是吧，威恩是吧，哎呦我这维克托给我滋了死了。打条小龙吧，这维克托打人有点疼啊。这把冰鸟 MVP 不可能，现在至少现在不可能，因为我杀的人太多了，他现在要杀十个那有可能。出肉吧，出个屁，要出什么肉，我出本甲已经是最大的妥协了，还让我出肉，涡力训印加无尽。这已经是我最大的妥协了。什么玩意儿，再把你杀了吧，那没办法，那只能杀个鳄鱼了。这闪现狂风翼为啥没好使啊？不应该呀。我们打个红 buff 的。下路二塔还没拆，打条大龙吧，要不？来来来来来，打个大龙！打大龙啊！不要站在背面打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站在背面打呢，这个大龙呢就会用它这个脚底下的刺儿来扎你，你看到吗？前面不仅受到伤害，后边吧也会有伤害。所以这不合适，打大龙都站在前面打。怎么的？我看谁这么狂妄，
起飞 W， 快快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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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剑圣死了，剑圣死了，咱也没办法。怎么的，妖着不杀你是吧？妖着，妖着多啥呀？妖着，妖着多什么？跟我说一下，妖着。算了，饶他一命。去中路杀维克托的。给我追他追他追他，我马上到了，我有红 buff 能回血，杀的电焊工，跟我来来，我跑得老快了，我们就正面追他没关系，我看他能往哪跑。啊，没有用的，你那跑不掉的小伙子，起飞，狂妄啊，梅恩呐，挺狂妄啊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狂妄。完了，剑圣给我上，剑圣！没有人能扛得住我两拳。除了腰的，我们回家，不回家，我的无尽还差点钱，差了560，杀两个人吧，再杀两个人就可以了，先打个红的，打个红，打条风龙，中路谁这么狂妄啊？谁这么狂妄？先杀维恩啊！原来是维，原来是电焊工，居然扛住了我两拳，小伙子，等我回家出无尽的。好勾，起飞！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就杀妖的兄弟们。拉克斯是吧？拉克斯，拉克斯能跑过我？哼，拉克斯有点厉害，拉克斯。他扣我那一瞬间，我摁闪没出来，没躲掉那个扣。给留个红吧，妹妹。嗯，妹妹，给留个红 buff 吧。刚那闪现确实有点问题，哎，不要在意了，完了，哎呀，我把狂风之力给摁了，都赖你们。跑得好快哦。致命点烟，呀，腰着，我掏，那鱼居然舍己为人，刚才是不是你杀我？
我想问问刚才是不是你，为什么不说话？杀个妖的，或者是魏婴。开了吧，魏婴比较狂妄。猴哥你真猛，更猛的你还没看见呢。给你来点更猛的东西，准备好了吗？